我哥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跟我说他在我家茶几下面放了点东西，让我拿着给他送去，好像挺着急的。然后我就去摸了一下，拿出来一看，money，全是money。妈呀，四天走走走呢，这是我弟小红带你跑的，你那个出来呗。お兄ちゃん、今日天気いいから。レメとショッピング行こうよ。你又犯什么冲了？鞋子是够臭的臭了。お兄ちゃんの赤い袋の中3万元入ってるんよ。レメを連れてショッピング行こうよ、お兄ちゃん。你别逗我了啊！我看你能吃到冻死呢，你去吧，只有你打开的。レメをショッピングに連れて行かないなら、お前の奥さん出ますよ、ボケ！走走走走，去！如果你敢上哪儿啊？你是不是又捅了我？说那么多哪有用？这是阿迪达斯内裤拍照区，快扫码进入 H5就可以玩了。山下还有两款特别版的丽晶哦。啊，都是捅了我哈。说那么多哪有？你讲那么多可多么的心机会，可以哪里弄？傻傻的山下到底给我干！お兄ちゃん今日嬉しい笑ってお兄ちゃん。开心的理由冲下轿了，有现象。傻傻的玩来给我干。雷米的版呢？雷米的版呢？嗨嗨嗨！お兄ちゃん友達とかにシェアしないの？お兄ちゃん何を整過な。今回は本当だよ、お兄ちゃん見て、ほらプレゼント。お兄ちゃん今日嬉しい？我想回家。なら笑い声出せ。偷偷告诉大家，阿迪达斯内有官方微博、微信就可以玩哦。抖音。